不知道。你让我是鸭子。今天冬天里我开始过了冬天吃光的去。我老婆的阴气喜欢抽空的，我开始冬天。走，你去接彩彩，带她。哎，你给我踩踩哈，踩坏了，哈给我踩下去了的，你看看。啊！好，等一下我们给他送过去啊。好，你玩吧啊。好，这是放的食物的。豆豆，上学好玩吧？好玩。奶奶玩玩呀。晃牛嘞。哪个好玩些？上学好玩。放羊好不好玩？放羊好玩。不好玩，但是。加紧的上学啊！你去考一个好大好大学啊！真棒！奶奶，你不会得你自己吃啊！奶奶，你播不一样。我播快一点。公主你吃啊！我也不吃公主。不是公主的公，我说公你吃。豆豆，你爸爸在干嘛？我爸爸在干活。好的。琪琪，我们比赛吃瓜子，看谁吃的会快。对呀呀。他们俩还会说话。他俩是听光子。我先来一下我的妹妹。我妈妈帮你拿。
我今天啥？